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对于马蜂，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它属于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了。但是对喜欢做各种奇葩实验的老外们来说，他们也是非常厌恶这种生物。据了解，如果侵犯了马蜂窝的领地，有可能就会遭到他们的攻击，而且马蜂窝如果建在房子周围，对于人们就会有着极大的困扰。在这之前呢，一位小哥发现自己的后院里多了一个马蜂窝，这可把他吓得不轻，于是就找来无人机对着马蜂窝进行攻击，利用快速旋转的浆液切割马蜂窝。刚刚将马蜂窝切开，里面的马蜂就嗡嗡地跑了出来，看起来十分的吓人。接下来的这位小哥就更加厉害了，直接在无人机上装上了喷火装置，对着树干的马蜂窝就开始喷火，场面可别提有多壮观了。有来自国外的一对夫子对马蜂窝就非常感兴趣，非常好奇凶残的马蜂窝里究竟有什么，于是老外将其切开，瞬间看傻眼了，利用工具将刚刚买来的蜂巢切开，这样两位小男孩直接瞪大了双眼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马蜂窝并没有蜂蜜存在，并且看蜂巢的材质就像纸糊一样。小伙伴们看到这里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就在下方留言评论吧。